OK， 那这是我们的望远镜本体啦。OK， 那这是我们的 Nikon。OK， 那这就是我们的望远镜本体啦。第一个我发现的问题就是这个盖子是不是有点太松啦？这根本有盖跟没盖一样，走一走它就掉下来了。这什么神奇的盖子呢？那这整个镜身全部都是塑胶的材质，那这整个镜身全部都是塑胶的材质，然后我们的眼睛这边也有一个可以调整眼睛距离跟镜片距离的调整，但是它只有一段而已，就是关跟开而已，它没有像是刚刚的 Pentax 有两三段这样子。好，那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好，那外观看起来就差不多。那屈光度在右边这样子单独的调整。好吧，那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差别，就是好，没有什么差别。好，那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啦。那屈光度调整就在右眼的下面这边，就是一个还蛮难碰到的地方，所以还蛮棒的。那屈光度调整就在镜筒右边的这边，所以就是调整完就不会轻易的碰到它，就还蛮棒的啦，藏在里面。然后这个镜片不知道是怎么样，就是出厂就直接全部都是刮痕。是刮痕吗？还是脏污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退货。就完全没有使用，全部上面都是这样一坨一坨的，不知道是怎样，反正就。